一站太空免费任由。去太空旅行不一定要超级富豪才做到的，搭得飞机多一样有机会。英国维珍航空就推出新计划，由现在到出年的8月7日，储得最多飞行里数的那位乘客就可以免费搭他们的太空船2号了。上太空走一转，里数第二高的乘客都可以上一架改装飞机，感受下无重的状态。其实维珍老板布兰逊一早就想搞太空旅游的了，如果太空船2号通过测试，出年就可以再6个乘客上太空。虽然每张机票都要成156万港纸，但已经有成500多人落咗订 book 位了。